川流加木木会变橘色，超帅。嗯，可以，来玩一下木生一球员资料吧。安安呢？球员资料好怀念，对啊，想当年打比赛的时候都要讲球员资料。叉叉叉球员资料，处理起来，公益义范。对啊，是因为版权的关系。少年海爱哇。感觉这次情人节比上次新年活动好一点。他送集训木其实很佛啊，集训木自己花要，花蛮多，自己弄也要一两万台币跑不掉。集训木的话，红卡够多，大头卡也贵啊。集训木好像要200多张大头卡吧，弄到满的话，哎，一张大头卡集训木的等级好像是450点券的样子。250张哦，蛮多的。靠腰嘞，拉失误了。其实木觉醒之后强度会变更高吗？我是没觉醒啊，因为我觉得它觉醒效果还好。示范地操的时间到了，小朋友们学起来。去年海牙哇，操到你不敢侧移。看这个人怎么那么勇敢？很少看到妈的，被抄完下一颗还侧移的，很勇敢呢、欸。看，真的勇敢，真的勇敢，那高高低，确实。我有大啊，不对，我刚刚是真的没大。心态大师，妈猜不赢他，看，好烦哦！我后来每一球都跳一耶，他怎么会那个啊？真心态大师，哇，跳早了，靠呗！哪有赌徒天天输？真的耶。但我后面一直跳一，就是要诱惑他再用一次那个横移耶。超到都要装逼一下，在那边站着，在那边站着不动。哎，你又被我地超喽！我那边示意你，哎，要地超你了。海南嘎卡兹。哎呦，偷不到！帮我补一下！被撞到了，连补扣都冒了、欸！别跳！超超干！妈的！我想说我的地超还没有不见，他怎么超不下来啊？他马上接动作了，好聪明哦！
没有啦，那个只是用一次能量而已。大招全貌。补扣也盖，公益的大也盖，高杀的大也盖，还行吧，兄弟。靠背啊，怎么被抄走了？这把很精彩啊，完全展现了我们木生一球员资料的这个防守价值啊，兄弟们，学一下这只，装逼一下。因为很多人说想看我玩木生一，我们这把马上示范给这个喜欢木生一的玩家们看。这边五颗火锅，四颗超节，非常全面的一个数据啊。OK， 被这个假的大招给骗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抄到球了，没关系。顶级大锁，想不到吧？能量套木生一竟然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！让你们知道一下，神奈川第一人呢有多强，那还是有他的防守价值的。五颗火锅，六颗超级，这公益全场就只有一颗三分球，直接锁起来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咯。